大家好，今天我来和大家分享一道豆酥烩西兰花，搭配上这个黄豆姜粉。我们先把黄豆倒在锅里面，然后加水，加水把黄豆煮一会儿，把水分炒干以后，我们下点姜香油，把这个黄豆炒熟、炒香、炒脆，打在漏勺上，把这个油控干，开始来去给它搅碎，给它打碎了，然后我们在上面撒点盐巴，加点辣椒面进去，这样子会更温热更香啊，加点姜粉下去，往锅里面加水，加点油，加点盐巴，加点辣椒啊，然后把水烧开。好，水烧开以后，我们把西兰花倒进去，把烫好的花菜给它摆盘一下，把这个拌好的豆酥给它撒在这个花菜上面。